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很高兴又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学习老法师94年所讲的《无量寿经》。我们希望虽然是29节课我们能把整部经能够了解清楚帮助我们更向往西方极乐世界一阵的庄严真性切愿求生净土。今天是第三节课，那我们上一次交流到末后这个又有贤护等16正士这个还没有跟大家探讨。佛门呢是艺术化的教学所以常常呢会有表法在其中，这是非常善巧的教学方法比方说我们进三门呢，首先是看到弥勒菩萨他就是表法的他是生平等心成喜悦相。所以佛门第一堂课我们上过了他不知道口试这个考试过关没有第一堂课就是教我们笑笑口常开大度能容所以佛门才说面上无嗔供养具口里无嗔出妙香除了弥勒菩萨的表法两旁有四大天王首先东方持钵天王拿着琵琶那持钵持家乃至一带一个班一个团体都是一样的原理原则我们说修齐治平它是相通的原理原则的那手上拿琵琶不能过也不能不及那这个表法我们了解了进一步我们有没有用上了有没有努力在用用了之后挑战在哪问题在哪这个修行都不是一触可及的都是透过一个教诲一个表法将我们的分别执着能够调整所以这个是东方持钵天王拿琵琶的表法南方增长天王拿剑表智慧西方广目天王这是跟我们每一天息息相关的广目多看呢多闻多听呢没叫我们多讲所以多看多听少讲而且多看的时候呢西方广目天王是拿着一条龙还有一个猪龙表多变呢每天在多变的人事物当中能够掌握不变的原则不变的做人做事的原则不变的真心
不变的，念念为他人着想，不变的君子务本，时时都能看到根本在哪里。我们假如不能掌握不变呢，就会随波逐流了。那北方多闻天王拿着伞，这个伞是代表懂得保护自己的清净心呢。现在知识爆炸了，不能被染污了。好，那我们懂得佛法表法的教学手段，那我们自己引导孩子、引导学生、引导下属，都要懂得用了。好像第三集啊，老人家特别强调六度十愿在哪里，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之中。佛法是管用的。记得看贞观政要记载唐太宗有一天跟他的小孩一天的记录还早上吃饭。唐太宗就问，你知道饭吗？饭怎么来的？一粥一饭当时来处不易呀。后来要出门了，骑马。你知道马吗？马你要善待它哦。你不能把它累坏了，它就跑掉了。你要善待马。后来要坐船呢。你知道舟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啊。后来走一走又看到树木。你知道木吗？木受神则直啊。那个神木一弹那个木头切出来就很直了。人受箭则厚啊。人受箭呢就能够做圣王了。因为在一路上每一个物品啊，都能透过这个物品启发他。那这个就是教学的善巧手段了。假如我们有这样的积累啊，那你的孩子应该很喜欢跟你出去玩啊，你寓教于乐啊。好，那我们说回来呢。这贤护等十六正士啊，十六个菩萨的表法，就等于是整部经的重点都在里面了。我们首先看呢，第一个贤护等十六正士，贤护是我们娑婆界的等觉菩萨啊，这十六位都是等觉菩萨。老人家讲到啊，《金刚经》的教导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护主诸菩萨。所以首先看到贤护我们要知道，诸佛菩萨同体大悲啊，都在护念我们。那我们能不能招他？糟蹋了就没良心了无量无边菩萨尤其无量寿经里面讲，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 无量诸佛，有彼如来加威力故
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所以我们现在就遇到这个广大的第一法门，那代表我们为什么会遇到有无量诸佛加持我们啊？那假如我们没有珍惜了，那就把供养无量诸佛的福报给糟蹋掉了。好，所以这个我们了解这个真相啊，那不能糟蹋，不能辜负了。好，那就要真发心呢，求生净土。啊，这个心一发，你就是菩萨啊，你就得到一切诸佛的护念。可是你要真发要发真心啊，假的不行啊。什么是假的？发心要求生净土，这个世间牵肠挂肚放不下啊，那是假的。哦，那这一句指导啊，就很重要了。啊，真的要求生净土啊，哎，那应该是净土为归啊，他不会留恋这个世间的。啊，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极乐啊，他不会求世间的果报啊。我们学习老人家的教诲啊，老人家都开解得很深入，很细致。这些法不容易得到啊，这是老人家一生修持的功夫啊。啊，比方说这一句，世间牵肠挂肚放不下，那是假的，这个提醒就很重要了。那有没有牵肠挂肚啊？晚上躺上床去呢，就可以检查出来了啊！还想很多啊，那还是有不少牵肠挂肚。所以身心世界，我们都要学习放下。而且说实在的，冷静想想啊，你牵肠挂肚对谁有帮助啊？不如念佛，对自己、对你挂念的人有真实的利益啊！啊，我们不干傻事啊，学佛学理智啊，不感情用事啊。这个身呢、啊，也是挑战的 啊。陈德也观察啊，老人哎，担心孩子啊，担心孙子啊。哎，结果身体不好了，他担心什么排第一位了？身体。所以这个身见也不简单了。哦，那听过黄念祖老居士讲一个公案啊，有一位同修应该是女士啊，啊腰疼呢，疼得很厉害。结果呢，他心态很好，他把他当逆增上缘，他就一直精进，一直持咒啊，精进到呢身体不见了，没有这个身体，无我了，身体都没有了，哪来的病啊？所以他念到啊，病好了。哦，我们之所以有疼痛，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我的身体在痛嘛。他连身都放下了，哦，当然这个精进也不简单哦。所以从理上讲啊，这个身能放得下呢，这个病痛就困不了我们了。哦，从事上呢，也有这个榜样给我们。哦，所以只要跟身体有关的挑战呢，都可以透过精进念佛啊，慢慢突破。
所以这么好的道理，这么好的事例，我们都学到了，那得把它用出来。好，那佛菩萨在护我们呢，那我们也要接受佛菩萨的护持，不然会变成扶不起的阿斗了。哦，阿斗有诸葛孔明呢，但是还是他不用心啊，孤城无力可回天呢。啊，哦，所以夏老讲得好啊，自助者天助，自救者天救，啊，自弃者天弃。所以万法因缘生呢，佛菩萨他护持我们，护念我们是个缘呢。啊，我们能得到多大的受用啊？是我们这个因决定的，万法因缘生呢。啊，所以亲因缘在我们身上，所缘缘我所接触的缘，无间缘，哎，我每天读经啊，没有间断的，啊，无间缘。我每天清净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了，啊，还有真上缘，啊，我在读这个积功累德第八，哎，我就效法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我的真上缘，啊，少欲知足，专求白法，啊，慧力群生，自愿无倦，哎，我在效法他。哎，读到，啊，众生若有急难恐怖啊，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哎，我也在以观音菩萨为真上缘，效法他。啊，四大菩萨表修德哦，都是我们要修的。啊，四大菩萨是谁呀？啊，善财童子是谁呀，啊？哦，这个老和尚这一集也问到了哈，啊，都是表修德啊，修德有功啊，啊，性德方显，啊，所以这个贤护啊，首先还要我们要会护念好自己呀，啊，啊，从哪里护念呢？从根本上护念，起心动念的，所以孔子教颜回啊，克己复礼啊，就是克念作圣的指导了。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尤其应主啊，《了凡四训》序文讲到啊，圣贤之道为臣与明，圣狂之分在乎一念，所以护要护到这个根本的念头上啊。圣妄念则作狂，狂克念则作圣。印主提醒我们，这个护念念头啊，如逆水行舟啊，不进则退啊。而且一天有多少境界呢？万境交集啊，一不觉察，难免种种唯理情想，撇耳而生。啊，慈想即生，真心遂受故蔽了。我们真心就被这个分别执着啊、烦恼习给障住了。所以十六正士里面有观无住菩萨、观自在菩萨，哎，观我的自性在不在？啊，因为种种唯理情想一起来，我们就不自在了，啊，就被他牵着走了。
所以要我们首先呢护念好自己啊，再来呢善思维菩萨，哎，善啊是很高明啊，善思维啊，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呢，他生智慧啊。那他为什么能善思维呢？啊，老法师这里讲舍事用根呢，啊，他是闻思修一次完成，这是三会啊，菩萨三会。其实我们都可以效法的。怎么舍事用根呢？提醒自己啊，面对一切人事物啊，不分别，不执着。哎，有发现分别执着了，赶快阿弥陀佛。啊，赶快啊，以理择情。用理智调伏这个情势，调伏这些分别执着念、贪嗔痴慢的念头。还有一个是不落印象，因为第六意识分别，第七意识执着，第八阿赖耶识落印象。所以我们得练呢，对人对事啊，不要落印象。啊，比方说，我们有没有谈到什么事啊，情绪就马上很激动了。那铁定是曾经的发生过的事啊，放在心里面的。啊，一谈起那个就激动了。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关照，哎，自己对人对事啊，有没有印象落得太深，变成成见？哎，只要落印象太深呢，普贤行修不了。第一，落的印象太深，不可能离境，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了。哎，也不可能称赞，怎么看他就是不好啊，那更不会供养。哎，哦，所以这个不落印象啊，真的都得练啊。但是我们有一个妙法，叫六字统摄万法啊，怎么练不分别？阿弥陀佛。怎么念不执着？阿弥陀佛。怎么念不落印象？阿弥陀佛。六字统摄万法。深深唤醒自己。念佛即是自心现。自心现时方念佛。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啊！一不念佛呢，这个分别执着的惯性又上来了。所以平常啊，我们有时候在跟同学们交流啊，哎，我怎么遇到境界都忍不住啊？俗话讲，平时如战时啊。你练兵不能那个人出现了你才开始练呢、那就变成临阵磨枪了啊！你看平时就要练呢、所以应主这段法语就是平时练功夫了啊。行住坐卧，穿衣吃饭，从朝至暮，从暮至朝，一句佛号不令间断。或小声念，或默念，除念佛外，不起别念。
落后妄念一起啊，当下就要叫它消灭。因为平常提得起来啊，真正遇到境缘的时候，你有波动，你会察觉。就好像那个湖面很平静啊，突然起了涟漪啊，很明显。假如我们平常的时候没有念佛，心很散乱，那我们起的这些贪嗔痴有时候也不容易察觉。没有察觉就变后知后觉了，讲错话了，那个发完脾气了，哎呀，我怎么又发了？所以这个平时如战时啊，这些话跟修行啊都很有关系啊。我们看第三尊慧辩才菩萨。这个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我们每天要不要慧辩才？你跟另一半沟通，你跟孩子沟通，你跟一切人沟通，都要有慧辩才啊，能开彼智慧眼呢，为众开法藏啊，广施功德宝。这个慧辩才呢，我们想到事无碍辩才，法无碍，你说佛法没有障碍啊。当然呢，真的三根扎好了，然后一经通啊，一切经就通了。不是说你要去学很多部大经，不是的，一个经通了，佛法的教理啊就通了。所以法无碍，义无碍啊，义理也没有障碍。还有一个词无碍，你还可以用德文，可以用方言。用很多不同的语言去跟人家说法。像我们马来西亚的同修啊，最少会五种语言以上，最少啊。英文、马来文、中文，有的闽南话、广东话、汕头话、客家话，你看七种了。他们那个多种族的地方啊。好，这是都属于智慧啊，只有一种属于慈悲，叫做要说无碍。要说就是一有机会啊，很愿意讲给别人听，哪怕自己挺累的，有机会他就讲。要说无碍，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慧辩才菩萨，除了学习他的智慧啊，要学习他的慈悲，因为我们虽然学了佛啊，可能我们的性格里面还有一点比较冷漠无情，比较懒得理人那个也要调伏当然也不要太热情这个过于不及所以呢。我们这十六正士里面又有这个中住菩萨，你看这十六个菩萨厉害吧？我们讲到哪都在这十六个表法里面，是吧？刚刚说这个护念好自己呀，一天当中万境交集呀，一不觉察。种种唯理形象就来了，自行菩萨是吧？这持戒啊，身口意三业要摄受啊，不能让他乱跑啊。所以这十六在密宗里面是圆满的意思啊，不是数字而已啊。这十六个菩萨就代表我们整个修学的
重点都在里面了。哎，第四尊观无住菩萨，《金刚经》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其实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真心呢。六祖大师啊，就是在这一句开悟的啊。那首先我们得要因无所住，就是不能执着。那我们从根本去观察，哎，我有哪一些念头是执着？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要把它放下，这样我们才能无住。不然我们就被这个执着啊牵着走，就不能观自在了哦。哎，大学有一段话很精彩啊，身有所愤志，不得其正，有情绪上来了。哎，我们会起情绪是果啊，原因在哪里？哎，每一次自己起情绪的时候啊，要去关照原因出在哪。我下一次能不能把这个因放下，我就不会起情绪了。立誓练心呢、每经一件事啊，更了解自己的执着在哪，性格在哪，习气在哪。学佛就是自知啊，就是知过，进而去把它改了，不是很复杂。所以有所愤志不得其正，有所恐惧不得其正。有时候我们信心不够啊，就很容易害怕。所以有时候害怕根源是什么？不够自信。有时候害怕是什么？以前的事印象落得太深，挥之不去。遇到相似的事呢，又害怕了。所以真正善思维、善用心，它经一事是长一智啊。他不会经一事长一怕，哎，这个都值得我们好好关照。有所恐惧不得其正，有所好药不得其正。你很喜欢什么东西，不去拿到呢，很难过，睡不着觉。我曾经听过有女士看到一件衣服很喜欢。跑了好几家百货公司，一定要把它买到，最后没买到回来很生气啊。有所忧患不得其正，我们有没有在担忧什么？所以要无助的话，那要把愤志啊、好药啊、恐惧、忧患都要放下。神通花菩萨，这是表啊，行权方便啊。其实我们这一集有说到了，是第三集有说到了，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啊。这个游步十方啊，跟后面的经句也很相应，游步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位度者，他随缘妙用啊，这个就是行权方便的。那我们呢，可以把这十六尊菩萨呢，也可以跟四十八愿呢呼应呼应。
我们看啊，自信信要啊，欲生我国啊，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看，乃至十念都能往生呢，这是不是行权方便呢？这是方便到了极处了，啊，这行权方便的。好，那我们佛门也特别强调本土化、现代化，这个都是行权方便的。啊，入境要问俗啊，啊，包含在跟一个人谈话，啊，我们也要。先调剂人情啊，再发明事理啊，这个都是善巧方便的，要出言顺人心呢、啊。啊，要劝别人以前呢、啊，要先美其长，啊，先肯定他的长处，感谢他的。付出啊，这是不是称赞如来随喜功德啊？所以普贤行在哪里？在每一句话里啊，在生活的每个细节里面哦啊，所以老和尚说佛法就是生活啊，佛法管用啊，一用了，事情就很顺畅，啊，往好的方向发展，啊，我们没用出来，随顺烦恼了，事情就越来越恶性循环。好，再来光阴菩萨，我们看老和尚讲，光是光明啊，阴是发挥啊。我们看这四十八愿里面有光明无量愿的，在三十二拜里面好多都是彰显极乐世界的无量光啊，无量光明啊，无量光寿如来世尊，光明普照十方世界。Yes, 普照十方世界是不是光阴呢？啊，众生有缘遇施光者，垢灭善生呢、啊。而且光是智慧啊，啊，让智慧发挥出来啊，阴是发挥啊，啊，所以我们每天把佛法用出来啊。那每天接触我们的人。都得到启发，得到受用了，让他们都感觉到，哎呦，学佛很好啊，佛法管用啊，哎，那这个就是光阴的表法了，哦，啊，看我们，哎，好好把佛法用在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哎，感觉到头头是道。左右逢源呢、啊，这就是光阴呢、啊。啊，宝床菩萨、啊、这个床啊，啊，就是开法会的时候啊，那个圆形的，啊，它挂出去了，啊，这山下的百姓啊，一看，哇，有讲经了，啊，床是讲经。幡呢是法会啊，所以叫法床高树啊，我们也很随喜啊，我们德国净宗学会在疫情前呢、啊、还没有开始对外教学啊，因为他们成立不久，哎，可是疫情之后呢，我看他们开了七八个班吧。
你看世事无碍，哎，明明是有疫情，应该是不容易开班呢，哎，结果他们反而持续开班，好吧？这个也是啊，宝床菩萨啊，这个法床高速啊，尤其呢，师长在这里说了宝啊，哎，佛法是宝啊。世间人觉得财物是宝啊，但是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啊，生死事大。你再有钱呢，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不能叫你不老、不病、不死啊。所以秦皇汉武啊。他们都去找长生不老药啊，那还是得死了。所以这个佛法能够了脱生死轮回啊，往生作佛，所以是宝。所以在《金刚经》都有较量啊，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布施，比不上跟人家说四句偈啊。因为世间的财宝了脱不了生死的问题啊，那四句偈能够真正落实啊，它可能就解脱了。好，那这个宝床啊，这个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啊，第十七愿啊，十方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啊，说我功德国土之善者，不取正觉。这个阿弥陀佛的法床很厉害啊，一切诸佛都帮他招生呢、这个确实是法床高速啊，所以我们以阿弥陀佛为榜样啊。当然呢，十方诸佛都帮他招生是结果，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让他做到让人家没话说，都很敬佩他。释迦牟尼佛是诸佛的代表啊。他说阿弥陀佛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啊。他做得太圆满了，所以帮他招生了，很欢喜啊。而且四十八愿跟普贤十愿它是完全相融的。这四十八愿也是普贤十愿的展开啊。好，至上菩萨、极根菩萨。至上那我们要求究竟无上的智慧啊。所以阿弥陀佛第十二愿呢，远离分别诸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所以往生每一个人都是很有志气的哦，都要求无上正等正觉，所以是至上菩萨。这个至上菩萨也是提醒我们要有志气啊。目标定得高远啊，不要一定就是我就下下品就好了啊。好。那这个极根菩萨这里啊，老人家也讲得很精彩啊。也点破我们看清人生的真相。世间人讲的享受啊，到底享受了什么？都含糊笼统啊，迷惑颠倒啊。
你们所享受的是什么？佛的眼睛很清楚，很明亮啊。享受的都是苦啊，三苦八苦啊。除了苦以外，还想说什么？哎，自己冷静想想，从早晨起床到晚上睡觉，这一天是不是受的苦？所以老人家提醒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这个是看破世间了，没有苦，没有乐，都是苦。真正的乐是什么呢？这个也是极根菩萨给我们的启示了啊。极灭，心地清净，那才是真的。好，我现在觉得呢，礼拜二啊，跟大家一起学习啊，是最快乐的。这个时间段呢，没有其他的念头，哇，很舒服啊。尤其这个交流的是无量寿经啊，这个加持力特别明显。看这一部经一开始，阿难尊者观察，今日世尊色身诸根，月意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现大光明数千百遍了、这个，所以这一部经的加持力啊，不可思议啊！我以前是听老和尚说，哎呀，我每一次讲这一部经特别法喜啊。现在能跟大家分享，也感觉，师长所言呢、不虚啊。好，所以清净啊，极灭是真乐。那这一段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世间的这个五欲六尘的乐、不要去追求了。世味哪有法味浓啊？世间的乐叫麻醉剂。我们复习一下啊，老和尚上一集讲的麻醉剂啊，不要被自己骗了。所以有恐言之乐，其实就是奉献的人生，付出的人生，没有我的人生，就没有烦恼。因为烦恼从哪里来？我贪，我嗔，我痴，我慢。假如能够如斩毒树，直断其根呢，那其实烦恼要去掉，也不是太难。好，所以这个是老人家讲到啊，极根菩萨啊，而且还讲到啊，极而常照啊，是佛；照而常极呀、是菩萨。因为菩萨啊，这个照啊是样样明了啊，照而常极呢。是在样样明了当中啊，修清净心啊。那我们现在在行菩萨道啊，老人家这个教诲啊，指导的很具体啊。所以五十三参立誓练心呢、立誓就是样样明了。我们不能经过很多事情啊，自己问题在哪不知道，别人问题在哪也不知道。这样就不是立誓啊，立立分明啊，要把事情的因缘果理事体相用，好，我们说八面玲珑啊，从这八方面看清楚，你看事就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线。
它是一个立体的比较整体的观察，客观的观察。那练心是练清净心呢，师长指导的很具体，处逆境，随恶缘，无嗔恚，业障尽消，这修清净心呢。随顺境，处善缘，无贪痴，福慧全现。我们跟着师长很有福报啊，马上就很具体，在一切顺逆境界善缘恶缘里面修清净心。接下来信会菩萨、愿会菩萨，这个跟我们净土宗很有关系啊。三资粮，相向菩萨是表行呢，三资粮，除了往生净土三资粮，其实我们世间做事业，不管是经营家庭还是经营工作事业，要不要信愿行呢？家庭呢，对另一半有信心呢，就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呢。对孩子有信心，你才能把他的善根不断启发出来。你相信了，孩子能成才啊，那个先生一定会成功的啊，你就有一个愿呢，去护持他。有愿就有行了，尤其后面老人家讲到这个具足无量行愿，这个菩萨行有六度，好像提了不止一次，都讲到家庭主妇啊，显然这个是最重要的角色啊，天下之安危，女人家操之一大半呢，所以老人家特别举这个例子啊，这个大象啊，表力行，每一步啊，实实在在，都是来真格的，没搞虚的。而且他也表定，文殊菩萨呢，狮子表慧，定慧等持，宝音菩萨，这个是表啊，愿海庄严，极乐世界的六层说法，他的整个医报那么样的殊胜呢，从哪里来的？从阿弥陀佛的48愿成就的。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有愿呢，都跟阿弥陀佛同愿同行啊。所以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庄严佛净土啊。不止往生的人哦，诸位同修啊，我们现在有没有在庄严佛净土啊？我们不能没有啊，因为我们每天都念呢。假如我们没有啊，那每天都骗佛菩萨两次啊，因为回向文都是愿以此功德啊，庄严佛净土啊。我记得初学佛，老和尚说，我们不能太狠心了，早上骗佛菩萨一次，晚上又骗佛菩萨一次，这个印象深刻啊，所以每一次要做定课了，有没有功德可以回向？什么是功德？六度普贤十愿是功德，用真心处事待人接物
都是功德。所以这个宝音菩萨呢，也让我们体会啊，以金作器啊，器器皆金啊。这个金表什么？表阿弥陀佛的愿心。所以极乐世界就是他的愿心成就了无有众苦啊，但受诸乐的环境。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家庭要庄严，我们的团体要庄严呢，也得靠我们的愿心才行。所以 这个宝音菩萨呢，假如用静修捷要啊，那就是佛由心生，心随佛现，心外无境，全佛是心，境外无心，全他即智，全他整个极乐世界依报庄严都是阿弥陀佛的愿心成就的。所以感十万亿尘去此不远，心作心事。再来中住菩萨，代表中道，不要不急，不要太过。我们自行菩萨，自是法自，戒律，就是持戒念佛。摄心为戒，持戒 也不能只有一个相啊。持戒是一个手段，它的目的是要得清净心。所以为什么祖师特别强调持戒念佛？因为持戒的目的是要摄受身口意，不要造业，都摄六根呢。所以楞严经说摄心为戒。一个人在持戒产生优越感，那他没有摄心了，他的戒破掉了。因戒得定，因定发慧。所以这个戒为无上菩提本哦，很重要哦。尤其从哪里下手？孝亲尊师。真的人的孝亲尊师的念是最强啊，他不容易生口意造业的。因为德有伤贻清修啊。因为他念老师的恩呢，他会依教奉行。我不能辜负老人家的教导，他这个念头很强啊，尊师啊。尊师不是嘴巴讲的，表现在依教奉行。所以菩萨戒经说戒名为孝名为戒啊，很有道理啊。你孝心起来了，生口意的恶业就不起了。当孝于佛，常念施恩呢，就不会起恶业了，而且会更积极的当令是法，久住不灭。谢托菩萨，前面十五尊菩萨呢是从因上讲修行，谢托菩萨呢是从果上说的。那我们就迷惑颠倒解除了，脱离生死苦海了。好，那这十六正事啊，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这个法门呢，主要度在家人啊。再来也提醒我们呢，出家在家都能修行正果啊，这个是平等的。
那这里老人家也点出来，出家在家究竟又为了什么？啊，出家是专业弘法，啊，那在家人要护持出家人，啊，这个弘护配合，啊，当然在末法的时候啊，白衣说法也很多，啊，但是弘法的人呢，他毕竟要有护法，他才能够安定，啊，所以我们静修结要第三十一拜是专门拜护法的，啊，他是事业的根本啊，很感恩他们，啊，所以我们这一会，啊，我们德国净宗学会的干部们，啊，也花了不少时间精力，因为我们这个办方式方法也跟之前不一样，哦，前置作业不少功夫，我们也感谢他们的辛劳，阿弥陀佛。好，那我们接着即将进入第下面的经句，贤共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权方便，入佛法藏，究竟彼岸。我们进入德尊普贤的这一句经文了，刚刚这个十六正士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同修您这一两个礼拜因为听了这一集把这十六正士的教诲用上有心得感悟的有没有或者前面两集的也可以。哦，好，我们有请李月涛居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法师吉祥，各位同学大德吉祥弟子呢是有一点点感悟一下，分享给大家，就是上一周呢弟子去打疫苗了，因为其实弟子不想打，但是呢可能由于家庭啊哈家人的担心呢哈还有社会周围朋友的一些看法啊哈，然后呢我也默许弟子呢讲还是去打吧，因为当时也想打了之后可能会有一些反应，知道尤其是第二针，那第二针之后呢可能打完会有发烧啊还有头痛啊还有可能会休息一两天呢身体可能就不行了，然后呢弟子呢就是念佛就是专心念佛，只想着念佛，打完第二针之后呢先生呢也做好准备了，就是想着那可能这两天就不行了，什么都不能干了，也不能工作了，但是呢弟子呢就是专心念佛，只想着阿弥陀佛，然后呢打完针之后呢是一点反应都没有，当天是没有反应，第二天呢也是一点反应都没有，还到外地去办事儿去，跟先生一起出去办事，然后呢几天下来呢先生就是很惊讶很震惊，他就说哇，他说这个以前呢弟子也是信佛也是学习传统文化，先生呢他是不信的，也是默认哈，但是也不是说是特别的也支持，但是呢也不是很赞叹或者怎么样，但是呢这次呢这个一点反应都没有的话先生呢就是很震惊，他也很惊讶他说我终于在你这看到这个阿弥陀佛是有效果的，是灵验的哈，然后呢他
他就说：“哦，他说你能不能把我们家，写一些阿弥陀佛的这个字帖，然后贴在墙上，贴在门上，也可以贴到其他的房子哈。然后呢，就是我们自己的房子，然后还可以贴到公司那边都可以。然后呢，弟子呢也很欣慰哈，就是增加了信心，增加了自己的信心，也增加了家人的信心。所以呢。”就是觉得，哎呀，还要继续努力。虽然做的也很不好，但是呢，就是还要继续努力。然后呢，尤其是像您说的，就是，要把佛法用出来，要让佛法管用，要让自己的信心，让家人提升家人的信心。弟子就分享到这里。谢谢月涛啊，这个太阿好弥陀了佛。啊！这个首先让陈德想到啊，这个《望境华严观》里面啊，将菩萨的行持啊归纳成四点。第一个叫随缘妙用，哪个缘？打疫苗也是个缘，随这个缘。哎，妙在哪？妙在信心哦。所以，哎，这个故事里面有信慧菩萨。好，这个故事里面有神通花菩萨啊，行权方便呢。你看，利用一个打疫苗来展现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这个也是。宝应菩萨哈，为什么呢？因为身体是他的医报啊，医报随着正报转，所以他打了疫苗没有反应啊，挺庄严的，哦，让他的先生觉得哇，很有效应啊，很有力，佛号很有力量啊，结果这个庄严还延伸到公司里面去了啊，哦，所以。这个随缘妙用啊，真的离不开我们每一天的每一个境缘，包含16尊菩萨的表法，也就是在当下好，我们有请于姐我们瑞士的代表。施老师您好，吉祥。然后各位大德，各位那个学长吉祥。就是对我们这里还有两位共修的小朋友。哇，他善根太厚了，两三岁就在参与无量寿经了啊，参与无量寿经，对，他们也是蛮想倾听的。就我想分享的，就是其实不是分享，是要感谢，就是法师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因为，魏学在那个上个星期的时候在，确实在自己的工作上面也遇到了一些，怎么说呢，就是，有一个机会是我根本就是在我的工作上面自己没有自己去求，而是就是，学校它是就是。想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就是让我能够做一些就是管理方面的任务。但是其实就是学校给我就是因为我是在大学里面的，然后就是学校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时候我有点好像那种怎么说呢，就是生了那种烦恼心了，因为。我想，哎呀，就是有很多的那些，会有很多的职务，会有很多的那些，就是需要我去，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发心，特别是在管理方面，我不是这么的，就是有这样的那个怎么说？这样的一些就是才能吧，因为在处事待物方面，我觉得特别是在国外，就是做管理方面的，就是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说那时候我有一点就是。不知道有点起烦恼心，就不是一点起烦恼心，是起了很多的烦恼心。然后那天晚上星期二晚上听，法师说不要有
不要有那种过去心和现在心和将来心，所以说就是一定要有清净心，不要让这些烦恼就是遇到境界，一句阿弥陀佛，把这些烦恼，把这些就是障碍能够压下去。从那天晚上开始，我就是一旦起的这些忧患啊，或者说就是烦恼啊，或者是就是哎呀，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够就是为学校做一些事情，我自己能不能就是就像学校分的这些事物我能够完成，就是一旦有这样的一些烦恼，我就用一句阿弥陀佛，不是说烦恼之后就不生了，但是一旦烦恼起来了以后，就用阿弥陀佛能够把它扶住它，那样也让我这一段时间里面心变得更加清净了。所以说要感谢法师啊。工作接了吗？最后我想就是因为就是您说的就是。怎么说呢，我是不执着，但是是随缘，所以说就是因为是我的那些学校的校长他自己来跟我说的这件事情，所以我就接了。但是我想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去磨练一下自己，看如果就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把自己的那个那些贪嗔痴可以把握住的话也是一个机会，如果不行的话就是那种就是贪嗔痴的心有增加或者是有扶不住的话，我就那时候我就想我有再过段时间再跟学校说我试过了，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有可能不是一个真正就是特别适合我的职位，我就可能我有做了两个打算。好，这个在礼记学记里面呢有提到呢，能为师然后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呢，所以当一个干部领导者的难度比教书还要难。当然您也随缘啊。那随缘妙用，首先这个妙呢，我们不被境界影响。我们还是静来不惧去面对它，推不掉的啦。推不掉的我们就面对它。假如有人比我们适合，有人可以做，那我们让给别人做。与人无争，与事无求。因为一般来讲啊，这种工作啊，人家是蛮喜欢做的。能够做领导位置啊，一般的人都会想去争取这样的机会的。所以假如真的有适合的人，我们还是教书单纯一点。就是我在我们学术界，对，在我们学术界是比较相反的，就是大家都不想做那种干部的工作，因为知道是比较费心的那种。对，就是因为他们找到我应该估计也是没有很多的人想做这样的一个职位。好，那应该是瑞士的工作比较悠哉啊，人比较希望比较惬意的生活。不过没关系，您就在这个静缘念，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你可能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啊。好，那虽然接了管理工作啊，孩子还是要照顾好啊。有佛法就有办法啊，不能顾此失彼啊。然后把身体借给佛菩萨用啊，去利益自己的学校，去利益自己的孩子啊，那个加持力啊，不可思议，会让你的潜能提升很多的啊。好，那我们很谢谢两位仁者的分享，也让我们对万德洪明更有信心啊。那我们接下来进入老人家开解普贤十愿。首先
一开始就提到啊，礼敬诸佛，一般菩萨也礼敬啊，啊，我们也礼敬诸佛啊，差别究竟在哪里？差别在心境不同，我们这个心有分别，有执着。啊，那一般的菩萨功夫高深的多了，但是他的心还不是真正的清净平等。所以我们现在要修普贤行啊，哎，清净心，一丝毫杂染都没有，有的话赶紧，不怕念起，只怕觉迟，阿弥陀佛，把它放下，再来平等心，万法平等。尤其老人家用了身佛平等，这个词很有味道啊，把众生排在佛前面哦，这就是佛法的精神。那佛为什么成佛呢？因为他看一切众生都是佛了。老法师说，你看一切众生都是佛，恭喜你，你成佛了。哎，我们再加一个冤亲平等，平等心在这里念。哎，跟你过去生缘比较不好的，常常会找你麻烦的，你不止不被他影响，对他更好，这是练平等心了。好，所以清净平等觉啊，是总原则、总纲领。啊，普贤十愿呢，是展开来的条目。那接着老人家继续细讲了，哎，对人、对事、对物，都要礼敬了。啊，那对人也不能执着，哎。我看我们学传统文化的，一学就说，传统文化是什么？洗脚，三鞠躬，九十度，这叫传统文化，着相了，着相了，你爸爸就不愿意给你洗，你干嘛要强他所难呢？哦，尤其我们大乘佛法强调什么？应无所住。啊，《般若经》就讲了22年，啊，就教我们不执着。啊，假如我们讲1年就够了，那佛不会多事讲22年。啊，所以我们在一接触一切人事物啊，很难不产生执着，除非自己的警觉性非常高。因为 一经过了落印象了，一经过了有成见了，就执着了，哎，学一个东西就着一个东西，90度了就执着在那个相上，离者敬而已矣。假如我们有恭敬的心，我们会去感受别人的接受度。像现在说爱你没商量，那个都是没有去体会到别人的感受了，然后呢，把自己的执着啊包得很漂亮，因为我爱你，所以你看那个包得可厉害了，其实是控制、占有、要求。所以现在这一句啊，挺含蓄的啊，爱你没商量。所以我们
看到啊，老人家开解了，啊，你对人的恭敬啊，你还要不违背世间法，啊，从心上没有恭敬，事上你要能够啊，不坏世间法。哎，世间人用什么样的礼节，我们就用什么样的礼节。好，陈德呢，当时候在学校教书啊，这个也没有九十度鞠躬啊，因为我觉得我九十度了呢，铁定对方会退好几步，我就不会太一定要这么做啊。好。好，再来对事也要礼敬啊，无论是自己的事啊，还是公家的事啊。当然啊，公家的事要排前面啊，公私分明，公为先呢，这个也是一个表法啊，随时都要啊为人演说啊。尽心尽力做得圆圆满满，这是修普贤行。不认真，不负责任，投机取巧，那你不能往生。这个诸位要晓得。所以为什么念佛的人多，往生的人少？为什么？口里念佛，身行与道相违背，所以这个提醒啊，告诉我们呢，言行中性，表里相应，直心是道场，无需假故啊，我们用真心直心做什么事啊，都是办道，都是积功累德啊，我们有应付了，投机取巧了，这个就变造业了。好，所以啊，修行啊，要从不妄语开始啊，言语要真实啊，身行也要真实。再来对物的恭敬，桌椅板凳，把它摆得很整齐，擦得很干净。那我们举一反三呢，那就变成水啊电啊都要恭敬，包含食物啊，甚至于是尘物物毁。就这个东西已经做成了，它假如还能用，就不要轻易把它扔掉，它还能发挥作用，所以我们看一个人，对东西恭敬，看他的东西都用了二十年了，三十年了，这个就是礼敬了。那这个礼敬诸佛啊，师长老人家呢又举了六祖大师开悟说的何其自性啊，能生万法。所以十法界一正庄严都是自性所生的，自己的自性所生的，都是自性所变现的。那自性是佛，所变现的一切万事万物，当然通通是佛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质啊。要用这样的心量，这样的观察，这每一句都很重要，要用这样的心量，这样的观察，对于一切恭敬。那这才叫
礼敬诸佛。尤其普贤行是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学佛首先呢，扩宽心量。第二呢，称赞如来。师长老人家说到啊，这个诸佛，礼敬是诸佛啊，称赞是如来啊。诸佛是从相上说的，如来是说性上说的啊，所以称赞一定要跟性德相应的才称赞啊。所以举到了五十三参有三位善知识，他是用贪嗔痴，这个有礼敬，没有赞叹。所以称赞正面的，负面的我们不称扬。这个在传统文化里面讲引恶扬善，弟子规也说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失勉，带动大家称赞别人，带动大家效法被称赞的人。那扬人恶即是恶，即之甚或且作，这就造口业了。那孔子也有说啊，无知于人也，谁毁谁欲啊，如有所欲者，其有所事矣。我们看呢，孔子说我对人呢，不会说因为看他不是很欢喜就批评他我很喜欢他，我就赞叹他。我们去看呢，孔子当时候子贡在批评人呢，孔子说赐也贤乎哉啊，夫我则不暇，我自己用功时间都不够了，怎么还有时间去批评别人呢？所以孔子他不批评人的但他真正称赞人的时候啊，一定是他已经确定这个人是真正有这样的德行，这样的贡献，他才会称赞。所以也不是很激动就去讲，哇，这个人很好，结果人家相信你了，还去跟他合作做生意，结果出了事了。或者是人家听你说这个人很好，结果用他做干部了，结果出了状况了。那这个我们也要 了解孔子这个为什么说如有所欲者，其有所事矣一定是他有确定了，他才会称赞出来因为这个言语是要负责任的。好，那其实普贤行就是呢我们将从前错误的想法、看法、说法、做法放下完全依照普贤行来做其实普贤行打开来的就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一言一行起心动念处了。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是整个把普贤行表演出来了。那这里有提到善财善财不是男的不要执着这个相善财是指每一个发愿当成就的人
善是善根，财是福德。那为什么他能在一切境界都提升？因为他的心态很好，他是法器呀、啊。哎，遇一个那个法就入心，就受用。啊，因为只有一个学生，其他的都是老师，他就一直进步了。见人善即思起，进步了；见人恶即内省，也进步了。所以我们只要保持、啊、像印祖说的，看一切人都是菩萨，唯我一人实是凡夫。每天善根福德因缘都在提升。而提到这个称赞如来啊，陈德的感触啊，了凡先生、啊、在举、啊、顺在雷泽这个例子、哦、他转化了一个地区的风气、哦啊、他以不以言教而以身转之、啊、一个公案呢，了凡先生用的非常好，你看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公案，但了凡先生把这个公案跟我们末法时期怎么处事待人结合在一起了。吾辈处末世啊，勿以己之长盖人，勿以己之善行人，勿以己之多能而困人。不能因为我们 比别人会啊，比别人懂，去压到别人、啊、不能有那种炫耀的味道、啊、不炫己长、啊、而且要收敛才智，若无若虚。现在人的成就为什么不能保持，都是因为傲慢。百世之成呢，必在敬之，其败也必在慢之。哎，那个我们不增长傲慢也不简单嘞。除非我们很会贤护自己，很会护念自己的念头，不然人只要觉得我有什么，他的慢心就会不知不觉就上来了、哎、觉得自己有什么就不是真心了，真心一法不立啊，所以有什么的就没什么了、啊、觉得自己没什么的、哦、那这个人可能有什么、嗯、他说他没什么，可能他是无智亦无德，以无所得故啊，人家空空如也都放下了、啊、我什么都没有，没什么。好，所以收敛才智，若无若虚。见人过失，则含容而掩护之。我们除了自己不要自己的才能、啊啊、去压到别人之外、啊、别人犯错了要给人家台阶下，含容而掩护之，一则令其可改，一则令其有所顾忌而不敢纵。我觉得这个夫妻相处、啊、这一句是 key point。嗯，哦，哎，他知道你知道他不对，你又不讲他，他会继续观察你。嗯，哎，今天怎么没发火啊？啊，哦，啊，结果
啊，过了一段时间，哦，原来是念阿弥陀佛念得很好，所以都不发火了。哦，所以这种这些圣贤人啊，他分析那个人情啊、人心分析得很细腻啊。见人有为常可取，小善可入，幡然舍己而从之。哎，我们去感受一下哈，好，比方说你的另一半，你有不对啊，他不对，你不讲他，他知道你不讲他，他有一点好的表现，有一点优点，你就赞叹他，随喜他。哎，你看他会有什么感觉？哎呀，我太太这么欣赏我，我不好好表现，太辜负他了，是吧？哦，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然后我们都带过学生呢、啊，你看那带那个小朋友，他本来成绩很不好的，你一欣赏他，哇，就你那一科九十几分，所有人其他都很低分。哦，所以那个称赞如来的力量非常大的。哦，所以。这个天下无不可化之人、啊、但恐诚心未至、啊、我们真的能够清净平等来落实普贤行、啊、礼敬诸佛，称赞如来，而且还广修供养、啊、大家的素菜越煮越好吃、啊哎哦、还忏悔业障，你这么尽力供养啊，称赞啊，礼敬，然后呢遇到事还说啊是我不对、啊、你的另一半不感动到痛哭流涕才怪了、哦、所以天下无不可化之人是真的、啊、好、我们这个今天时间到了啊。哦、不好意思，我没有掌握的很好。哎呦，我们下一次啊，再把普贤行跟大家交流啊。我们有张木仙啊居士啊，有请。老师，对不起。开了两步、哎、对不起啊，因为那个手机有时候断线，我就开了电脑和手机一起，所以就是那个，现在可以听到吗？好，可以可以，请说。感恩各位师长，感恩法师。刚才说到一个，就是赞叹，就是称赞如来，那个是什么赞？就是赞扬一个人吧、啊、这个是就是我的一位，我分享一下一件事情啊，就是我的一位堂妹的女儿吧，她其实平时的就是习惯各方面都非常的，在别人眼里哈非常的糟糕，就处境她自己觉得也觉得自己很不好很不好，别人对她也看得很不惯，但是后来就是因为我的一句话，我说你在我的眼里你是一个很孝顺的，是一个有善很善良的很有孝心的女孩、小孩子，她二十几岁了也结婚了，但是又离婚了，还要又去喝酒啊抽烟啊去夜总会啊，就做，因为她自弃嘛，自暴自弃，大家对她都很排斥，但她我感觉她内心是很孝顺他的父母，因为他父母也是离婚的啦，然后但是他，我感觉他内心的深处都是有爱心的，因为他平时没什么钱，还是把一些钱会寄给家里的一些小孩子啊，这样去让他读书啊，还对父母，对他妈妈离婚了，但是也是还是有点挂念哈，我自己感觉，我就说我觉得你是很孝顺的一个孩子，并且很有善根，
然后他就哭了。那天他就在我的微信上就，他就发朋友圈，他说我一个姑姑在外国还这么关心我，还说这么好的话给我，然后就发了朋友圈在那里。然后我就把他，我说你愿意不愿意加到一个念佛群，要不要念佛啊？他看到我朋友圈都是发一些念佛的一些信息嘛，他说好，你把我拉进去吧，我想看看我能不能得救哈、啊。他意思是说佛菩萨能不能救他，他是这样心，但是也还可以，就先让他有这种感觉，说菩萨能救他嘛，然后慢慢再跟他讲道理。然后我就把他拉到我们那个24小时的那个念佛群，我想他肯定会在那里看那些，就师兄们分享的一些佛法方面的知识，还有大家念佛的一些经验。所以就是说，赞叹一个人会救他一命，有时候可能是这样，因为他对别人对他都是很看不起，他自己也自暴自弃了，都出去喝酒啊。喝得很厉害，就是 都不顾身体的啦，身体很差的啦。所以我想就是赞叹他，我也是真心赞叹他，他真的是，我感觉他很有善意善心，还有比较孝顺。所以就是弟子不好意思占用大家的时间，感恩法师和感恩、okay. 感谢张居士、哦、我想大家听了都很感动、哦，而且我相信可能每一个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亲戚朋友、哦、所以我们学佛也好，学传统文化也好，首先建立在、啊、相信一切众生呢皆具如来智慧德相、啊、相信呢人之初性本善哦、所以这个张居士也是做的这个贤护菩萨、啊啊、他去护持他的这个晚辈、啊啊、再来也有信慧菩萨愿慧菩萨在里面、哦、你相信他，你那个言语会非常真诚，而且你会有一种愿力去陪伴他，那也是一种长辈的责任吧。好，那在这个过程你在护念一个人也会遇到一些境界挑战、哦啊、这个时候要相向菩萨、哦啊、要行、啊啊、要定得住、啊、大象、啊、不能被他转、哦哦、他也会起起伏伏、啊哎，你不被他转，你就能转他了。若能转物啊，则同如来。好，好，那，今天时间差不多了啊。啊，有没有哪一位大德同修啊，你没有分享一下今天睡不着的啊？嗯哦、老人家说这个普贤呢最主要是前面四个愿，之后就是 自己修行了，之后 是利他，就真的这每天离不开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礼敬啊，称赞啊，供养啊，哎，还有无日三省吾身呢，反省啊，这样我们每一天就经一事长一智了、嗯、好，没有了哈、哦，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哦、我们下周再见了，谢谢大家，阿弥陀佛。